埋多少少普通空間。好，轉一轉右手。嚟依邊，依邊啊，依度，係望望依度。好，中間依度，中間唔該。望一望依邊唔該。我邊笑咧？好，左邊。好，右邊呢邊望出，呢邊。中間唔該，我除一除呢邊先。唔得啊！哇！背囊衫咩啊？有機會的喺呢度，我今日嚟嘅時候好興奮。好，右邊呢邊。好，再望下呢邊啊，大家係啦，呢邊。呢邊頭啊，呢邊後面，呢度。我要一次呢度，一張你幾多錢嚟啊？係唔好望唔該，係。好，由今日起咧，去到五號咧，呢度將會成為輪選嘅場地。今日我哋由咧培生擂台無敵杯2023嘅靈魂人物 Derek 張培生，上次喺記者會大打出手嘅兩位郭博同周永恆，仲有咧喺呢個活動上面從未露面，但相信香港冇人識佢哋嘅龍心同流萬青。一陣我哋會有請 Derek 同埋兩隊拳手咧都輪流發言，然後兩隊拳手咧會進行 face off， 最後我哋亦都會有大合照環節啦。完咗之後咧，我哋仲有記者圍訪環節咧，俾大家同四位拳手傾下偈嘅。好啦，事不宜遲，我哋請 Derek 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拳賽嘅重點啦。好，大家好啊，我係啊，又一次見到咁多位記者朋友，好多謝大家對我哋嘅拳賽嘅關注啦，同我哋嘅支持啦。咁培生擂台無敵杯咧，就喺今年喺12月1日星期五嚟嘅，就喺灣仔收水球場咧度舉行噶啦。咁今晚咧想同大家分享三件事，第一件事咧就同海選相關嘅內容啦，第二件事咧就係加入 Coming Event 同埋嘅加分啦，第三樣嘢咧就同門票相關有關嘅。咁咧海選咧係一開始我都好驚冇人嚟參加，即係冇個敢打咁，即係到 Wish Let's Go， 我見到係多過700人去報名，而我一開始嘅承諾係我每個都打電話，我 literally 咧係要講英文添啊，我用咗。差不多有冇八日啊？天啊，佢八九日時間係打曬電話俾每一位有報名嘅拳手，700多位。咁咧係瞭解咗佢嘅故事啦，佢嘅觀賞性啦。咁啲人都好誇張，真係來自世界各地嘅，無論係香港本地啦，喺台北啦，喺內地啦，喺日本啦，喺澳洲咧都有人走嚟報名啊。咁呢啲即係幾多廣泛嘅，有醫生啦，有銀行家啦，有律師啦，有保險經紀啦，有一班咧係由細到大都話自己係無鐵，但係好中意打爛仔交咁嚟挑戰擂台啦。咁又有的士司機啦，有唔同嘅拳手啦，有麵包師傅添啦，即係嗰種唔同嘅行業都見到香港好多素人咧，佢係參加呢個比賽咧。
咁係好期待。咁我哋都係會將會咧係呢個海選咧一啲嚟嚟嗰幾日進行啦，大家見到呢度啲 backdrop 啊、擂台等等嘅嘢啦，咁咧就會拍三十三嘅，而呢一個咧係會免費俾所有香港市民可以睇到呢一班選手嘅努力嘅參賽嘅。咁喺七百位裏面咧，我哋揀咗九十位出嚟咧，就係打呢個海選。呢九十位咧，我哋將會咧選出八到十二組最觀賞性嗰幾個賽事啦，就會同周雨彤啦、方國啦、龍心啦、牛馬車啦一齊咧喺個十一號嘅決賽度打嘅。咁而當日咧，就一間門票咧仲平，佢講更加多。咁 Coming Event 咧，我哋就見到隔離兩位啦。咁應該琴日都開始已經見到討論區啦，人流咗出嚟都見到啦。龍心牛馬車其實喺我2011年本身來同無敵官拍合作嗰次咧，已經想邀請佢兩位過嚟噶啦。應該係 through 朋友。佢認識到龍心啦，咁牛馬車都經常性就 DM 我啦，咁我哋會即係會交流一下啦。咁龍心咧喺2011年嗰陣就唔喺香港啊，係咪啊？2011年嗰陣時係啊，唔喺香港啊。咁嗰陣時就即係嗰陣時疫情嘅關係咧，就隔離啊所有嘢咁啊嚟唔到啦。咁啊馬車嗰陣時歸外地啦。咁所以今日咧好開心咧，就可以邀請到龍心同馬車咧過嚟打。咁亦都喺 online 見到大家咧，都係對呢場拳賽非常之期待。由我未同阿哥打之前咧，呢兩位龍心同馬車，龍心同馬車。咁今日咧，終於促成咗呢場賽事啦。咁佢兩個咧就會係打四個回合，九十秒嘅。咁我相信咧都係明明白啦。咁最後啦，就講賣飛啦，係啦，賣飛就好緊要嘅。咁啦，喺我哋10月6日咧，我就會公開發售啦。咁而家呢一刻咧，我就內部競購啦，無論我 Facebook 啊、我 IG 啊、拳賽呢啲咁嘅都可以去賣飛啦。咁咧10月6日咧就會 KKKX 嗰度咧就全部去就會所有嘅渠道咧都可以買到飛啦。咁我哋門票咧有分兩種，第一種咧就係普通飛啦，就580蚊同埋880蚊。咁我哋 VIP 飛咧就係2000零蚊同埋4000零蚊嘅。咁 VIP 同 VIP 有咩唔同咧？咁我哋有特別嘅通道啦，亦都有一個獨立嘅廁所啦，即凳會唔同啲啦，當然坐近啲啦。咁亦都會有嘢飲啦。咁而 VIP 飛咧就可以確保到大家咧都一定可以喺賽前咧就同所有嘅選手咧去影相打卡，咁亦都咧又有名牌嘅香檳啦，會有鮑魚啦，去俾我哋嘅貴賓去食嘅。咁相信咧誒會有一個好精彩嘅賽事啦。咁啦，喺呢場賽事，我係會親力親為去帶領我哋嘅團隊啦，一齊咧為香港拳擊界出一分力。咁亦都係會用盡每一份心血啦，希望將呢場拳賽，亦都唔係話希望係一定要將呢場拳賽做成香港最成功的拳賽之一。我相信11日就可以看一大精彩的賽事。多謝各位 Showtime。 Hello， 在今天之前呢，我多謝你提及龍心打流馬車其實到這一刻我都覺得很不得實。龍心，我想問下你呢，對這個拳賽你有什麼看法，還有有什麼想跟你的對手說？其實呢，我回來之後呢，我是改了朵的。咁個新名咧，就希望咧大家唔好用龍心啦。因為今次我嘅目標咧，其實唔係打阿馬居，係打龍心。要戰勝自己咧，先至可以戰勝他人。我咧就係由第六宇宙嚟嘅，呢個咧就係第七宇宙。咁第六宇宙我輸咗俾阿鍾培新喎，我跟咗佢姓，咁啊嚟咗第七宇宙變咗七。下次我啊準備中七鍾培新啦。我的身道叫做東方卧龍黑龍，是黑先的黑。咁今次主要的原因咧，就係想強身健體，克服自己。咁啊，亦都好多謝阿鍾培新先生啦。咁啊，搞咗呢個盛事翻嚟，咁啊，令到香港咧就係醒神曬啦。啊，咁呢個係相信係最大嘅、最好嘅。對香港的前景和娛樂的一個城市，所以呢我硬住頭皮都回來這場拳賽，希望可以戰勝龍心，戰勝自己。多謝各位，唔該曬。想請問劉馬車，你有啲咩想同你嘅對手講呢？係啦，咁就首先即係好多謝鍾生啦，咁啊俾呢次機會我，咁我去發揮自己。咁啊，其實一直都覺得鍾生係一個好有智慧、好有眼光嘅人啊。
咁啊，可能好多人都外界會質疑我龍馬車，話得唔得架龍馬車上台打？咁但係中山一直都係好堅定，亦都成日同我私下交流，即係佢都俾好鼓勵我啦，都好欣賞我，叫我加油。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想一啲拳賽去證明自己嘅實力，亦都想俾大家知道啊，我龍馬車係得嘅。咁啊，如果我係一匹千里馬嘅話，咁中山一定係我嘅伯樂。我真係一定唔會辜負中山隊嘅期望。亦都想講即係近幾年嚟啦，我都經歷咗好多嘢，咁所以覺得自己可能都時日無多啦，即係身體都唔係好，咁所以呢次拳賽都會當係應該咁講啦。我做咗好呢個必死嘅決心嚇，我一係就要喺台上面打低龍心，我一係就喺擂台上面俾佢打死。因為點解咧？其實我自己呢度就以下嚟同林森講嘅，我係比較憎佢，我希望唔好介意啦。咁我真係比較憎你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龍馬車呢一生人中，我最睇唔起、最憎嗰啲就係唔尊重女性嘅人渣。咁啊，當年幾年前啦，咁有一個女仔叫大丁，咁即係我私底下同佢我稱呼佢有甜企啦。咁又搞到人哋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即係佢咁樣去玩弄人感情。咁啊，所以令到我覺得好嬲。所以我呢一場本身擂台呢個拳賽，我除咗係為自己而戰，為中山而戰，更加係為大丁而戰，為全香港嘅女性而戰。好想為大家出翻啖氣，我一定可以龍心。我一定會在擂台上面打爆龍心的屎狗，我都希望大家踴躍去支持我這場拳賽。咁啊，最實際的就到時買飛就嚟看我哋呢場，都算係我覺得是世紀無間之戰啦。我哋兩位傳奇人物亦都再一次好多謝中山啊，真係有俾機會我。咁我嚟緊都嚟緊仲好多嘢會同中山咁合作。咁我覺得係啊，我今生人我就係會。呢一世啦，咁我都唔知自己做幾長人事，但無論點都好啦，到到生命嘅最後一分秒都好，我都一定會好堅定不移咁去支持中山，支持中山搞嘅拳賽。咁啊，冇錯，我有個朵天水圍，朵天地要收。多謝大家。我可唔可以補充啊？可以。啊，多謝各位啊！在第六宇宙鍾培生呢叫做鍾培金，為什麼呢？一鍾他呢就會培金的。第六宇宙的劉馬居呢，他其實很出名的，叫做劉沙包，他很偉大的，他就是犧牲自我，被人打無所謂，但是他練到一身的好武功。在天火圍那邊呢，他開了個叫做流沙冰的餐館，也都很受人歡迎尊重的。所以大家無論你出自什麼身份什麼人物，不要緊，英雄莫問出處。就算我聽說今次有很多的古惑仔都有參加的，會有些會有些，但我不可以說是哪個幫派，是嗎？應該是可以的。福清幫改了奧龍派的，好啦，唔該曬。好，咁啊，我唔講啦，龍虎門可以啊。古惑仔嚟一個，只有得一個。好，咁啊，我都想講。嚟啊，古惑仔！今次如果咧，知呢個場賽事好多拳擊高手會嚟。嚟啊！大家講太遠先，我哋俾另外兩位拳手都講少少嘢，之後飛霜嘅時候先嚟一個咁有張力嘅場面，好唔好？我相信咧呢啲都好快賣曬，所以我哋會用 online 機票，如果佢搭年未定個價錢啦，兩個零水度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好，而家想問阿方哥，咁上次喺酒店衝突完之後，咁而家你備戰狀態係點啊？你要攞翻個情緒翻嚟先。我仲係第六宇宙啊！而家備戰狀態 OK 嘅，而家咧要減磅啊嘛，減到而家係81公斤啦，喺度都唔講咁多廢話啦，拋啲狠話啦。
阿周生，你開翻個 Instagram 啦，我而家就喺度鬧啊，好似點緊空氣咁樣。係我拋啲狠話俾大家，你試我成成，我一拳打爆你個口，你吞曬啲人，你刷牙嗰時兩個屎忽十支咁上去刷爆。OK 嘛？嚟啦！誒，係咁多啊，主角俾翻佢哋先，我又翻翻呢個宇宙先。好，你使一齊跟住再問下阿 Roy， 咁你而家嘅備戰狀態點啊？我每日都有適量飲食啦，咁均衡嘅運動啦，咁就有好多跑步啦，練下氣啦，好多謝曬。靠啲狠話嚟鬧我啦，冇嘢寫噶，大佬啊！有嘢寫噶啦，唔使鬧你，我大把嘢俾你寫。其實咧，其實講真啦，即係大家有嚟上一次記者會咧，其實周總真係講咁多嘢，佢係好超前，即係佢突然之間咧會好開心。跟住就真會好聲，突然之間咧又會望下你，想好似想殺咗你咁樣。突然之間咧想同你做 friend， 所以其實咧佢唔講咁多，反而係會仲恐怖咯。我自己覺得，呢個我個人嘅感受啊。好，大家見到咧，我哋現場保安宅大賣知道咧，要接住落嚟就係飛梭嘅環節啦。咁我哋第一對飛梭拳手就係龍心流馬車，咁所以我都想邀請另外嘅三位，稍微讓步，讓咗係。好 ，thank you， 唔該。嚟呢邊望望，唔該呢邊，呢度。望一望呢度。呢度唔該。喺度。中間唔該，呢度呢邊。右邊。望一望呢度。可唔可以望近呢度啊？呢度得少少，快啲快啲。係冇錯，係咪咁？係咁嘅，係咁嘅。我驚自己睇錯，我睇錯。可以定住個 pose 喎，我全機影呢個可以喎，咁樣。好。呢個練咗好耐。除衫好啲。等陣啊！問啲咁嘅。好，唔該曬，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